哇哦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看，这里有一台饮料贩卖机哦。我们投入硬币就可以来买东西啦。你们看，出来了一瓶饮料。我们还可以来刷卡买东西哦。你们看，出来了一盒雪糕。哎呀，小豆子迫不及待想喝饮料了，就坐在这里等吧。小豆子，小乐姐姐来帮你买一些饮料。你看，一瓶芒果汁，来，给你喝一点，是不是好好喝啊？接着来刷卡给你买点吃的。嗯，出来了一盒薯片，来吃点吧，小豆子。吃完薯片，再来看看还会买到什么东西。哇，这回出来了一盒雪糕，小豆子最喜欢吃了。吃完东西要记得把垃圾扔了，就扔在这里吧。饮料的瓶子我们扔在这里，薯片的盒子我们扔在中间这里，雪糕的盒子要扔在这里哦。你们看，垃圾都分类整理好了，你们说小豆子是不是好棒啊？哎呀，小猪佩奇也想买东西吃。拿硬币帮佩奇买饮料。哇，出来了一瓶橙汁，佩奇来尝尝吧。佩奇还要来刷卡买点吃的。哇，这次买了一盒雪糕，赶紧来吃雪糕啦。最后一次，我们看佩奇要买什么。哇，选的是薯条哦，佩奇最喜欢吃薯条了。嗯，佩奇都吃得饱饱的，该过去整理垃圾了。饮料的瓶子放在左边的箱子里，薯条的盒子放在中间的箱子里，雪糕的盒子放在右边的箱子里。哇，佩奇也把垃圾分类整理好了，佩奇，你也好棒啊！